2020年25日リリパン七巻第一昨晚愤怒的群众甲天光已经数千人了，梁山市的群众走向台北车头，太平中建德桥门口的群众也走向台北车头，走，咱来去公民局，走到南昌路公民总局，看到四周围布满武装警察，走，咱来去公民局台北分局。公民局台北分局无武装警察，因全冲入去要找凶手，啊，无人回应，因全火大，动手拍人，搁放火，将厝内面的物件摕出去外口放火烧。过来，等来总局，这回群众真正多，因再唔惊，伊未过惊武装警察，一个到位就冲入去大门，同款因为得不到回应，因就开始个爬山，啊，将厝内面物件摕出去烧，啊，烧完了，伊讲惊。咱来去顶官公署，迄下晡差不多点外钟时阵，中山南北路甲中正路交叉的所在，人山人海，最头前的一群人拄拄行入去进出口的广场，就听到啪啪啪、哒哒哒，机关枪、扫枪的声音。按楼顶真侪所在下落来，真紧就六个人倒落去，三个死，三个受伤，啊嘛真紧，因为无人医治，这六个人，这三个人嘛随死，啊，搁六个强抓去。这个时阵，群众自然会赶紧向外散开逃命，啊因。造出来了后，好，当然就愈愤怒、愈火大。啊，有的人话，拍下山的，拍死中国公，因真散乱的，一群一群。啊，有的聚集在车楼附近，有的走到新公园，就是即卖离离北公园遐去。生你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咱即卖过来继续2020第十五集。咱前下讲到二七暗嘛，群众唔散。啊，即卖来讲二二八迄一天的代志。迄暗做日暗啊，诶，你龙山市。啊！甲太平顶建设局迄面对的群众，两边的天光啊，全呢集合，毋是集合啦，无意中全呢，这边啊走来遮，这边啊走来遮，走来到台北车头。啊，在台北车头就人足济啊，几落千人变几落千人哦，两群合作一伙，啊，这群人头全呢。讲，来去公民局南昌路的公民总局啊，来去找凶手，哦，来去啊，沿全咧按车头行按公民局，啊，坐到公民局南昌路的公民局总局哦，我看伊四边拢是武装的警察，啊，
啊，转咧发一个法国，啊，咱来去台北分局，啊，转咧去台北分局，哎，无武装警察，因转咧装入去内底，要掠凶手，四界看，看无凶手，啊，拢无人回应，大家看拢闪边去，嚯，因当然阿山就掠起来拍，啊，阿煞咧将分局内底桌啊、椅啊，啊，有诶无诶吼，包括脚踏车嘛拢甲。天天出外口吼，甲放火烧，甲石油燃料甲放火烧。啊，即卖刷着讲，嘿，过来装脚，啊，全咧过规定过装脚。啊，即卖人足多啊，啊，一个到装脚哦。即卖因为人侪吼，看到武装警察也无咧插伊啊，全咧装入去啊。啊，武装警察嘛唔敢安怎样啊？啊，全入去吼，嘛是感觉无同人反应哦，感觉，嘿。迄、那个总局局长拢无伫哩，拢毋知走倒去。啊，共款看到内底个阿山个机关都拍，啊，共款物件摕出来外口烧。啊，即马有人看讲，大家张国公署，啊，按人冲击吼，全咧行到武张国公署，真近啊！张国公署就是即马个行政院啦，啊，即、這个较早时候都中正路。啊，甲中山南北路交叉的所在，啊，一个规定全倒转来，是按这个南昌路，行按这个张公公树的时，迄阵人呢，嘿，可能几落千人都要上万人来看，唔知啦，这太久啊，也无记录吼，啊，记录嘛拢未准，啊，都人全呢。从入去入口一入去吼，长水的头前遐个，哒哒哒哒，砰砰砰砰砰，按顶关机关枪扫射落来，现六个人倒，三个现死，三个受伤的无救，结果嘛拢死，还有六个叫人抓去，我安尼机关枪就开了。当然，这群众都往外跑啊，都散开啊，散开啊，啊，散开吼、哦，都有诶，走按车头遐去，啊，有诶就走按新公园，就即卖二八公园，走按遐去啊，啊，都安尼四个站，啊，规定吼，即卖按走着散去，啊，这散去，当然群众们怒愤咯啊，火啊！害怕一个个，即嘛无事无故，还未讲到就去做机关枪，啊，这个足愤怒，啊，这个愤怒，迄天就安尼先大家散开，啊，散开了后，啊，阁继续下回分解。